看小小这里这么大一个伤口，应该是去隔壁村玩的时候和别的小狗打架，或者是被别人打的。大家好，我是欧妹，山里的金银花开了，今天来摘些回去。哇，非常的香。这里摘完了，换个地方。看这一大堆金银花。这里有很多刺苔，看，小时候的零食，你们有吃过吗？隔半篮子了，各种花香。这里有野葱，好久没有吃野葱了，弄点回去。Hello， 哎呀，让一点小。哇，这雷公菜长得比我的还高。这个在我们这里叫蛇泡，听说可以吃的，但是在我们这里没有人吃这个。看小小肥的，走哪睡哪。这里好多竹笋，拔一些。今年的李子结得非常好。现在把金银花铺到这个筛子里。再把这个叶片挑选出来，放在这里晾着。把这几根竹笋剥一下，再来剥点莴苣菜。油麦菜也撇一点，再扯一些葱，大
来这井边洗一下。咦，这有条鱼，咦，跑了。洗了各种菜，家里还有一个大骨头，把这骨头改一下刀。好了，现在去整起。先把骨头焯一下水，煮好捞出来清洗一下，重新烧水。把洗干净的骨头放进来，再来点生姜、干辣椒，大火烧开，然后中小火慢慢的熬。再来烧点辣椒，差不多了，把焯好水的竹笋放进来，再来两勺盐，一勺胡椒粉，搅拌一下，再继续煮一会儿。美味的骨头火锅就做好了，先把菜放进来。先舀一点汤，还做了一个凉拌烧辣椒，开吃啦！热天火锅非常安逸的，吃得满头汗。今天这个烧辣椒也非常的安逸，哇，这肉都煮掉了。来的